天津大队屯金组，屯金组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看金组收到，请你们迅速赶往红岭路聋哑学校院内，那里发生重大暴力惊吓事件，迅速赶往聋哑学校院内。红岭路聋哑学校有暴风事件发生。有任务，上车！发生保空案件，先进两名消防员利用现场的地形地图，寻找适当时机，对先进予以通知。其他任务清楚了没有？清楚。准备，准备。前面就是停下，让下。前面是让下。你们的听着，我们仓台公安分局的，你们应该立即放下投降吧，否则等出去这次外面全是警察，顽抗到底，不跟他们拼了，死都被抢了，我们你们已经被包围。现在你们被包围了，要求你们立即放下武器，不做无谓的抵抗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们听着，立即放下武器，快投降！放下武器，快投降！7月1号，是我们党的生日，大家也辛苦了。今天到场是参训的党员同志，请举手。好，放下。咱们这次演练，由咱们考核小组组长赵德阳李强同志做个总结。第一个时间，他们军嫩三个族，军嫩按照公安部的要求，3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。组军按照要求着装整齐，携带武器装备，整个检点是采取处置这块得体有效。